最大的，我觉得酒厂可以来一部分，来一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个工业园，我觉得都可以一点一点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人，应该会在你这儿。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段宣传完以后，你的信心加到了80%？80%，真的，我今天从30%-40%，然后到了80%，一下子非常非常有底气。请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那个，我想到这个酒厂里面去做宣传，然后宣传今天晚上这个我在这个地方的免费演唱会，新南航空学院的演唱会。你也拿一张。我们这里是那个重点防火单位，外来人员。我没带火。进去的。我没有带火来。假如说有什么事情的话，经过公司领导的同意。学校的大获全胜让安永琪信心倍增，原以为离成功不远，却在酒厂门口遭遇阻碍。要经过领导同意哦。那你可以给你的领导打个电话不？好吧。你人真好。好的，再见。谢谢，我们进去了。这声音很大，他们会听到我喊吗？好浓的酒香啊！啊，阿姨好，下午好。今天晚上六点钟，然后在西南航空学院，晚上6点钟，然后不见不散。听不到，这些声音太大。非常抱歉，然后打扰大家的工作。我是安又琪，可不可以麻烦大家知道中间来，这样我讲话你们可以听得见。我叫安又琪，然后今天晚上6点钟在西南专修学院，有我的免费的，不要钱，我说的对吗？还算标准哈，不要钱，我临时抱佛脚学的。有我的免费的演唱会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，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小孩，还有你们的老公，还有你们的老婆，一起来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接下来这段要去的是？我们离哪儿近呢？路程都差不多。对，我们可以去公园。去公园。因为这个时候去公园的人会比较多。